年台湾人任意丢弃的碳粉夹究竟有多少？新品出来的，或者回收过来，重新充填再使用的，一年的消费量大概有200万次。使用环保的再生碳粉夹，不仅在数量上为环境减轻负担，会检验里面的那个碳粉、感光粉或者是重金属。这家再生碳粉夹工厂做的有声有色，养来一群二度就业的妈妈。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很正面的想法，所以我们做事情就会比较就按部就班。即使脊椎损伤的朋友也一起响应，加入推广行列。经由商友的各项的一些后续的这个包装跟一些出货的一个过程来完成。每个星期六晚上7点，绿色幸福学，让我们一起学幸福。